所以呢，咱提早一礼拜，咱今日庆祝祈福嘛是啊，祈福里长的要用过第二道的模范母亲，啊，伊有三种，第一种就是慈惠妈妈，第二种呢慈学妈妈，第三种自强妈妈。当然伊是分较侪种啦，不过伊意义拢相共，意义就是讲会对呢。慈惠妈妈就是咱原来吼，其实伫咱社会上呢，有较好、较杰出表现呢，叫慈惠妈妈。慈学妈妈呢，就是咱厝内有特别较弱势的，譬如讲可能身心障碍的吼，需要妈妈特别付出的才会模范母亲吼。啊，自强妈妈呢，就是家境较无好的，困苦起来吼，所以咱。祈福今年第一百年年度表扬有三种，啊，不过因为公所尊重祈福咱的意见，讲安尼较复杂，啊，甲做伙，所以咱今年度咱嘉义区有24个模范母亲。当然啦，无咧分讲上贡献较大，上贡献较少，吼，大家贡献对咱嘉义地区、对咱社会的贡献拢是相共，大家拢有够伟大，所以呢。副长呢，先代表咱嘉义区民、台湾的区民呢，甲咱24个模范母亲呢，深深一鞠躬，感谢你，妈妈。我家己的妈妈今年嘛67岁，啊，所以讲下都见识，我从来毋捌参加过模范母亲的表扬，吼，啊是当然是我妈妈无好啦，因为我妈妈吼较含蓄啦，因为都装卡啦，我妈家己很大汉的，吼，伊伫台湾哩。啊！伊12岁国小毕业了，就开始做工啊。啊，因为伊爱带两个小弟，啊，甲四个小妹，啊，甲阮四个囡仔，所以辛苦辛苦。甲即摆，啊，搁顾一间小店啊，我平忙，兼做顾一间小店啊，我平忙。啊，当然，足侪你怎个邀请讲，你肯来参加这个模范母亲表扬啊？因为你来讲，已经轮较久啊嘛，应该着伊啊。啊，伊讲哦。伊当开，伊脚就软啦，吼，唔敢开始。伊讲，阮咧是说吼，咱讲阮母也都啦，足高义啦，啊，甲伊邀请，伊讲，伊都拢无来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呢也足荣幸，我都来代表咱嘉义区公所呢，甲咱嘉义区这24个模范妈妈，当然不止这24个啦，吼，咱是希望一当会当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，互大家付出贡献妈妈。咱会当受到咱嘉义区公所，也是咱嘉义区民的肯定，来接受咱的表扬。吼，因为咱的实在讲诶，做一个要做一个好的母亲，真正无简单。对囡仔开始出世了，来爱甲看家，看家了爱甲教育，啊，搁爱甲咱红婿斗相共，吼，甲咱全家顾好，啊，搁爱上条街，啊，搁甲规个家庭欢好，啊，搁来诱发咱的公公婆婆，吼，啊，囡仔大汉，搁烦恼一切，咱读有无？好，读了要出社会啊，搁毋知头路找好啊歹，头路找啊，遐烦恼，某毋知娶有无，毋知嫁有好安无，吼、哦、对毋对？啊，即摆孙出来，搁爱偏孙，啊所以呢，所以讲模范母亲的妈妈是才够辛苦的，吼、哦、啊所以，我今仔伫安西里健康妈妈讲座，我讲讲，咱即摆杨志杨处长哦，有讲的，讲即摆吼实在。伊出一本书叫《台湾大崩坏》啦，伊是啥物呢？讲即摆诶新的一代吼，有新四不一没有啦，四不就是啥呢？不婚、不生、不养，啊不，吼伊讲即摆足侪诶爸爸妈妈带囡仔吼无好去，好嘛？今朝做无恐惧里面，啊没有是啥？囡仔没有一个自信心，对家己诶前途无信。所以杨志良署长呢，伊今个讲，这是台湾的一个危机啦，吼、哦。一定要以国家以国安危机的层级呢，来好好啊来甲改善，好好啊来甲用政策来甲矫正过来。啊，无这个危机呢，对咱国家来讲，真正是实的。因为咱知影台湾的生育率是100年度全世界上低，0.89，不甲算阿拉伯一世人生落甲一个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就是为什么造成这状况呢？当然，国家的大制度有哪问题。啊，不过咱也是讲咱，吼、哦，在座妈妈，在那时阵，像我有4个兄弟姐妹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呢，伫阮一代尔，差不多拢生两个尔，足少有迄个勇气生三个。到阮公司所就是勉强勇气生4个、5个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真正即个就讲。为什么做成安尼？当然，政府有真大个责任，因为就是讲咱个一个囡仔要甲拉拔到成人哦，咱爱开爸爸妈妈财产的66%啦。哦，当然，这是咱社会最大个问题。啊，咱来看北欧个国家呢，伊是爱开3%到8%就好啦。
所以呢负担较无遐大，吼啊，所以人因咧饲囡仔是用国家的资源、社会福利来甲抚养、啊成人、来甲教育，吼啊，咱是爸爸妈妈特别，尤其是妈妈特别爱辛苦付出，吼、啊，像我囡仔嘛是咱阮太太咧饲，我嘛感觉足歹势啦，伊是来吼。较无闲啦，啊，所以讲今仔去趁这个母亲节这个机会呢，来甲大家妈妈真正深深感谢一下，因为有恁的付出，吼、哦，靠咱时势，吼、哦，而且成长，来对咱家己地区，对咱台湾市，甚至对咱国家做出些有限的贡献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嘛，真正说实际，昨我去参加电影高中六十六周年的校庆啦，伊表扬遐个杰出校友，那一台顶三十几个。通通是男性，没有女性，我是感觉足奇怪啊！可是他们讲，原来每个男人的背后呢，都有一个伟大付出贡献的一个妈妈，一个 女性呢，来给他全力的支持，好、哦，让安尼当对咱国家社会做出贡献。所以今仔趁这个机会呢，在咱一百零一年度的咱的母亲节表呢，你甲大家妈妈。讲诶，妈妈恁辛苦啊！啊，请恁一定爱甲生活过好好，身体维持要健康，轻轻松松过日子，吼、哦，快快乐乐过生活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最后你甲大家较歹势诶，讲哦，工作因为拄啊好，过两礼拜吼，即个工程就完工啊！啊，咱六里活动中心的话，都已经清空照去啊！啊，所以今仔中间咧，较困难啦吼。啊，大家哈都听起，因为已经特别全部要完工啊，要好啊吼。啊，会请宋老师来讲哦，无爱搁互妈妈搁辛苦啊，因为咱若搁请妈妈吼，如果有，也是讲搁请小朋友吼，太有，也是咧表演团队哦，妈妈搁爱对因来个辛苦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呢，拜托大家妈妈。轻轻松松，台南宋老师因台南艺歌唱艺术表演协会精彩的表演，请轻轻放平松，吼、哦！啊，再次最后呢，祝咱大家妈妈呢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家庭呢，各位贵宾呢，大家让正宫康泰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局长，谢谢。